六通，六通啊。那八呢？八换，换啊。啊，怎么通？怎么换？好，我们恭请我们啊何科长来为我们演讲。好，请大家鼓掌欢迎。没有内鬼，就不会招引外鬼。
肝脏对复杂经济的消化及代谢功能影响所有细胞的生命和健康。肝胆内部功能受到影响，常有疲劳的一些表现，如脸部或上肢皮肤出现棕色斑斑，脸部皮肤偏黄晦暗，有的物质指甲或凹槽。这些表征在经常胃镜诊断后可以减轻甚至消失。肝胆不仅对肝脏疾病的防治有明显好处，而对多种疾病的预防治疗都可注意。诚如中医所言，邪虚而正自然。今天我们说的清胃肠经肝胆，首要为买肌肤，我们基本上是融合了中医的思维。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虽然现代医学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依然会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民生健康训练营经常为健康大活动，运用最简便、最实用、最有效的方法，让我们轻松明快地调整自己的身心，远离或减缓疾病，营造一个顺壮的心。
外面抽会比什么？会比自我自杀还可怕。很多东西，错误观念决定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行为单单导致错误的结果，所以就谈到事实。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第一就是观念通，第二恶变要通，第三经络要通，第四刚才你们看的影片胆管要通。在胆管通的部分上是今天强调的一个重点。最后气血要通，就跟心脑血管疾病有关系。然后呢，汗腺要通，要活就要动，适当流一点汗。所以说你一半天这都不是医生的专业，真正医生的专业跟哪两个扯上关系？气血和胆管。但是胆管的部分，等会大家会看到，我们动辄就是把胆囊取掉。前一阵子大家如果还不陌生，高等法院的某个法官到了台大医院，因为胆息肉的关系把胆囊取掉，好大的官司，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结束。说了一半天，这个官司来大家看，这一次的新新闻，医病战争开打，这种消息各位看以后，你什么想法？讲两句话，我看完以后心情沉重，只有四个字，这叫做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医生无辜，患者无辜，哪一个有问题？各位，最近的网络传了一篇文章，我看都是哈佛惹的祸，可能大家有注意看一下，都是哈佛惹的祸。好，为什么哈佛会惹祸呢？大家看一下图片，说你半天观点，人的观念一旦错误，是真的是很可怕。所以观念会决定命运，观念当然会决定健康。麻烦一下，帮我看一下电脑。
我们的健保费付的还不够多吗？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如果没有根本上的从观念从学理意义上改变的话，没完没了，这样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会更严重。我举个例子，可能你们会说你何某呢，凭什么你接受这些？我们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各位，2005年就算是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不可挑战的权威，你们看看是不是10年后就有错误？当时说，当时的研究说，这个消化性溃疡引起来的关键因子就是幽门螺旋杆菌传的物，这样的论述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我们并不是挑战权威，我们也不是藐视现在医学的发展，不是。我只要佐证给各位看，有研究显示舌质上溃疡的通过抗菌术，综合的抗菌术和制酸剂治疗以后，它是什么结果呢？各位，舌质上溃疡好发率很高，约有40%的患者1个月内复发，3个月内复发的60%，各位半年内复发80%，各位这样的一个治愈率，这个都不叫治愈率，这样的一个控制率，你满意吗？好，果真不出十年，各位，2013年这样的著作出来，《生命科学哲学研》，幽门螺旋杆菌不是消化性溃疡的病因，各位，不就是印证了哈佛医学院院长迪恩·鲍威尔教授的一句话，不出十年就有人证明他错。各位，这个例子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例子当中之一而已。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坐在这边，不管你在谁，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懂不懂医学不重要，健康是人权，捍卫自己的健康是人权，是基本人权，追求健康也是人权，不但是人权，各位是自己的责任，不是政府的责任，不是靠健保，靠各位。好，我们又来看，就算是有高规格医疗照护的治愈群人，是不是就活得很健康？答案是否定。2013年5月，中国大陆的《国际杂志》高广告，大家你们可能看得非常清楚，这一张照片是个什么意思？不是没有吃药，不是没有药吃。结果呢，5年内国营企业因疾病而往生的高阶主管平均年龄51岁，最年轻保国营企业总经理33岁死于心梗，等会时间够就会讲到心梗的问题。所以我把它归纳下，叫做官是高的，权力是大的，责任是重的，应酬是多的，血液是多的，命当然就是短的。非常感谢叶教授提供这一个信息给我。美国一位医生，神经科的医生，吸一辈子，在他晚生之前写了这本书，然后过敏。这本书又提示我们什么意思？来，大家看一下。除开头部的外伤以外，包括吃胃药，尤其是降乳高的药。各位，哪乳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胆固醇、降血糖、降尿酸，尤其是这降乳高的药，包括安眠药在内，持久以后会怎么样呢？各位，这位医生的结论已经告诉你：老来识字，老来识义，或者老来识人。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公园里面，看起来年龄并不会很大，坐在轮椅上有外劳在伺候，这就是老龄化社会社会的外劳。
各位是表达什么？说穿了一点，其实他们都是这样医疗体系下面的产物和牺牲者，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我们很多人说，哎，反正年纪到了，万岁年来也到，他不知道他已经吃加牙药吃了12年、20年，他不吃再才怪，只是速度快慢，因来而异。好了，台湾医疗罢工，我们讲这东西不是要让大家讲的也问题沉重，偏向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管你是办杂志，还是办企业，还是自国自家，一个概念，我认为什么概念？首先要知道问题何在，再有个为什么，最后怎么办呢？说到这里，我一直在期待这个。因为我在很多年前，我听了医健联盟的一场内部的医师们的研讨会，其中有位江医师，台大医院急诊室的主任，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的老师涂显哲博士在一次会议上这么说，他说健保的问题、医疗的问题、医患关系的问题。千头万绪，只有一个问题，我们就竖着耳朵就在等是什么问题？他这么说，他说是因为医生们的收入架构在国人的健康哦，医生们的收入架构在国人的病痛之上。假设医生们的收入能够架构在国人的健康之上，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各位，这句话你们以为我当时听了热血沸腾。他讲完以后，后来我们的谢银华谢理事长问说，在座的各位有什么问题，通通都没问题，只有我有问题。我就去说，我说请问江医师，您刚才谈到的你的老师涂显哲博士是不是这么讲的？我就复述一遍，一个字没有错。江医师说：“对，我是这样，是这么说的。”我就这么说，我说江医师，代我向涂显哲前院长致意，这句话高瞻远瞩，一语中的。请问怎么落实？各位知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大家要不要知道答案？还是就以后再说了。你们碰到涂院长的时候，你们去取个答案是，这就是研究课题。所以呢，马上我也只有就做，无话可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在为了执政者吗？医师大德们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深思一下涂显哲院长讲的话？我们现在不深思，我要告诉各位，对岸正在实起实做。我刚从大陆回来，我越来越多感慨啊，真的越来越多感慨。不过这里有东西我就不说了。我们再不好好的从我们内在，不管从政策面、观念上。政策面要从观念开始，观念错误就是王作如前监察院长讲的话，政策错误比贪可怕。如果是我讲一句大胆的话，医疗政策错误根本就比谋杀可怕。我们创造了一大堆带病连连的老人家，结果我们还说家有一老你敢讲这句话吗？你发自内心讲是医保吗？各位，我们的长辈不管他怎么样，我们一定奉他为一个尽孝道是人人伦，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说我们的长辈老而健康，老而有用，老而有智慧，老而不痴呆，这才是100%的医保，而不是因为孝道的关系不得不
咬牙切齿，不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各位关键在哪里？就观念。所以今天的六通之一就是观念。好，这个跳过去。那么医学有那么复杂吗？我经常在想，疾病有那么难治吗？答案是否定的。我想，同意是我们讨论很多，你们教授我们讨论，包括我们自己生病。我不瞒你们讲，我前天还重感冒，我发高烧，我没吃药。你知道我怎么做吗？我把肠道一清，把乱七八糟肠道里面清空，然后多喝开水，然后榨了个柠檬汁，我就多喝柠檬汁。然后我在海外，我在广州，我那东西没有什么好药吃。好在我身上还有一瓶灵芝，我不是要为灵芝打广告，要特别强调。那我就十粒灵芝吞。然后我好在我到了广州有那个生花粉，他们就送了我一些生花粉，我就吃几包生花粉，我就没有吃药。我今天不是来这里讲课吗？我没有发烧了，只是喉咙还有点痒痒的。各位，我要说的是什么？疾病真的那么难治吗？不是疾病难治，是你方法没有对。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来我们看，我经常请教各位，中医西医差别在哪？老百姓都会讲，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哎，真是这个样子吗？有些时候经常是。但是差别在哪里呢？我倒觉得我们中杰宗教授啊，前能量医学会的创办人中杰宗教授很简单的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到位。宗教授比喻是什么呢？他说中医啊跟西医啊差别在一个火上烧了一锅水，这个水烧热以后怎么降水温。比方说水烧热了，就像高血压到高血脂了，讲的是内源性疾病。好，加冰块，加冷水，冰块冷水一加，水温马上降，100%降，有在线性，在统计上有意义，而且百发百中。但是各位，如果火门关掉，第二天是不是水又烧热？第二天是不是又要加冰块？今天吃降压药，明天还要不要吃？后天还要不要吃？中级宗教授说，把火关掉，这就叫做中医，这就叫做自然医学。因此，我们老师陈朝义中医师，从他创办自然医学至40年来在过去，他一直努力一件事情：中医药复兴必须。国际的各国的自然疗法结合，而不是跟西医结合，但是不是排斥科学，儒道为本，科技为用，依古而不离古，研经而不止经，这就是我们老师留下的时候这一点。百病有百因，百因不为是。所有内源性疾病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形态在改变。在过去兵荒马乱的时候，多的是感染性疾病，因为公共卫生很差，营养不良，每天逃难，吃的东西不干净，那个是感染性疾病的天气。今天不是，今天是什么？所有都是内源性疾病。简单一句话，不良生活习惯在过去，多的是广告，我排斥，这个才是今天要命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就锁定这个问题，只要是内源性的疾病，各位自是可以这样高度做归纳，百病有百因，百因而独为什么？各位中医一句话讲完，邪毒肾正气存。中医讲正气存内，邪就不可干。但是如果毒太多的时候，邪之所凑，其气必死。我们今天都谈到感染性疾病，我们怎么知道万一的病毒呢？什么
什么滤过性病毒呢，禽流感，那是外因了、如果你内在固若金汤，那状况不一样。为什么我一感冒一发烧，我也没去量体温，我也没去看分析一下我究竟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啊，我如果没把烧退下来，我回不了台湾，我在机场就快淡下来，我也来不到这里，我马上就会被进不去。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还要过那个关，体温一高就把你扣下去，那就不要了。我用一天的时间让我的体温正常，我就回来。要不然我今天一直在关在那个在做严格的法定传染病的解释，知道吧？大家一定要了解。所以那就会很忧患。所以如果说我们再用这一套医学来治理国人，大家都会活得很辛苦，可能死得也会很凄惨。刚才已经讲到了上流，好，现在就谈到上流。有毒就必然阻塞上流循环，物质流和量流信息，有毒就必然堵住这上流循环。有毒就必然堵，有毒就会造成机能的错乱，机能错乱就造成器质性的损伤。说穿了就是这个恶性循环。好了，这里已经讲了，那么上流、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又通，再复习一遍：光面通、二面通、经络通、胆管通、气血通、汗血通，没有那么复杂。喇叭换脑袋。换你的想法，其实就是换观念，换习惯了。各位，我就是喜欢熬夜，我晚上看书最清楚，我不过十二点不睡觉，习惯。今天的大学生非常普遍，换饮食，吃对东西。国内不是有一位自然医学医师陈进旭？最有名的一本书，吃错的当然会生病，那吃对呢，当然少生病。所以食物都不重要，送掉了嘛，民以食为天。换水，我想这就要很多了。我们台湾还不错，还有那么多的水，水也不贵。这个地球上能够喝到干净水的人越来越少。换环境，这个环境涵盖外环境跟内环境。刚才我们一位大哥带着到过，最近68岁了，要回家清理，千真万确。清理什么？清理家里的内环境，一年内用不到的东西通通清掉，一年内用不到的东西通通送来资源回收，送给收掉。我们今天只讲清胃肠净肝胆，其实最重要的清你的家，因为你的家很乱，你的家很乱，视觉乱就信息乱，信息乱就情绪乱，情绪乱内分泌乱，内分泌乱，一大堆问题会发出来。便带到大家回到家，清到家土自己最好。衣服有两件，新三年旧三年，红红火火旧三年。你能够做这样清淡的日子，叫做恬淡息无五，真气存之啊，你才可能精神内省啊，并安全啊。老祖宗讲啊，我就讲完。但是我们现在的保健食品不得不正视，合理的功能性的食品，其实说穿了，大部分都是什么自然医学的用药，只是不能这么表达了。其实一个自然物，你叫它什么命名，一点意义都没有。重点是要本事。我倒呼吁我们的主政者，教育要重新改。我到食品系的同学们跟他们讲课的时候，我请教他：各位同学，食品有没有疗效？有的同学至少得有赶快犯上。各位，请你们上网络看，再下一篇不成文的文章，就叫做此聊非彼。
我们今天把疗效定义在什么层面上？我们把疗效定义在症状控制叫做疗效，是这个错误，是定义上的错误，立法错误，执法错误，冤枉医生，冤枉学生，冤枉国民。今天的疗效加冰块才叫疗效，关火不叫疗效，大家清楚没？这是立法的失误，立法为什么失误？观念错误，观念不改，就算立法委员大言，你们自己也要生病。你们按照这个流程去，你保证叫你痛不欲生，不太好意思，一句话还是不得好死。那各位为什么这个样子变成大家的共怨呢？为什么不能说真话呢？为什么釜底抽薪不叫疗效，加冰块才叫疗效呢？这样的法规合理吗？这个合乎人权吗？合乎宪法吗？这里恰好就在立法院隔壁，不知道他们听得到听不到。好了，不管你什么医学，你必须回归到生命的本质来。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现象，就是物质能量信息在一定时空中有序的动态的合合表现，而且信息调控整合物质能量并以能量赋予得到。信息物质是能量的载体，这个物质是信息的载体，而信息调控物质的能量。所以各位心情要好很重要。为什么圣经上说这个喜乐之心乃是良药，忧伤之灵会是头痛的，就是不改信息。尽管客观条件都不改，但是你最起码在信息上你不要输。所以正面思考会比负面思考好，乐观会比悲观好，积极肯定会比消极。各位，我们生命的本质特征，自我复制、自我更新、自我调节、自我的适应的统一体。如果用这个话，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做正气，什么叫做最好的医生是自己，你就要了解，这都是任何生命本有的本能。今天的自然医学，今天的中医，说穿了，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助生命一百之力。为什么要讲排毒？把造成身体障碍、三流循环的障碍的不良因子去掉，通俗一句话叫排毒。中医两个字讲完叫驱邪，去掉邪，任何内外在不良因子，两句话讲。便秘是万病之源，各位，凡是有便秘，尤其现在内源性感染性疾病，真的是肺腑之言，我是白吃不说。凡是只要记住，而不是你每天上大号你就认为你有便秘，那你可以用什么呢？用很多，你看像水果，我直接说吧，台湾最多的是木瓜，你要通便的木瓜，很好。你今天不要吃饭，你就吃木瓜嘛。你第二天不要痛得很，要整个肠道清空，不一定要吃到药嘛。还有很多人，我最主张的清肠，番薯叶。你把番薯叶拿来一公斤，当然要把那些拿掉，把那些粗纤维的粉拿掉。你用一公斤的番薯叶，你把它拿来叫穿烫，拿来当饭吃，你看你第二天二便通不通？你再不通，各位黑路。这个都是食物嘛，你把这些东西清，你的疾病就好很多了。刚才讲的生物体的自我调控能力就得到了发挥的空间，是创造一个让我们身体自我疗愈的一个条件，这叫自然学的根本。我们中医治病也是这个意思。好，如果我们排便不顺，我们就会大量的毒水再回收到肝脏。
像这就是本来血素酸性腐败变，这就省略。我们的血液来自于哪？血液来自于病从口入。我们 you are what you eat， 尽量促消化吸收代谢不良，血液品质好了。所以告诉各位，凡是五高的问题，如果不从嘴巴开始，不从二便通开始，是永远不得用的，治不好病。只有一个方法，这些东西都不改善，反正天天叫冰块就好。我们现在老百姓已经习惯这样的情况，这个才叫治病。我们医生也习惯这样的病来看病。当然只有一个缺点，我们如果真的把火关掉了，当然药材生意会清淡。只有这个理由啊。好，那这个我就跳过去了。毒是什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今天我来讲关联通和变通，来重点在谈谈胆管通，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这些呢，刚才大家看过影片，还有我后面有本书，不好意思，时间的关系，后面有本书就叫做《清胃肠去肝胆》，后面有关卡，大家如果说已经有的朋友回去再看，那有的话你就带一本回去，全部都写在上面。如果你们看这张影片，特别给大家看，这是一个胆结石的患者，43岁的女性，手术之后1年后又复发，复发以后其实肝脏变形。各位，胆结石我们医学上叫胆石症。有个医生问我，他说你们通过这个活动排出来的不是石头？我说本来就不是，大部分不是。那它是什么？中医几句话就讲。我请教这位医生，我说请问你，胆石症之前它是什么？我们胆结石之前它叫什么？我们医生目前的医学院，就算是发现胆结石了，超音波发现了，经常都是采取保守的。说起来也是不错，就是你只要不发作不痛，还是能够就不要去动它，这叫保守观察，这叫姑息了，这个不叫保守。你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到最后才来解决它。一个人犯点小错，哎，没关系了，等他犯大错误再来处理他，我警察再来抓他就好。这个逻辑不通嘛，是不是逻辑不通？那为什么还不回患的事就把它解决掉呢？那我就告诉他，中医几句话就讲完了：水积成饮，饮凝成汤，汤浊而固化，熬结成石嘛。水积成饮，不良的身体里的不良代谢产物，从液态到固态，这种过程很漫长，为什么不在这个过程当中清掉呢？所以告诉各位，清胃肠去肝胆，为什么刚才也感谢主持人说，其实我不是故意要来推这个活动。5年多前，我们的秘书长严真老师急性胆囊炎，说睡在医院里打电话给我，小护士嘛，真实故事。他说何社长，胆囊要清掉了，怎么办呢？我说好了，用自然疗法方法试试看。哎，这么一试，不是就倒下流胆了？就因为他的个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今天全世界超过1万人次，今天从美国到加拿大、日本，我们台湾，反正我们台湾人才会少一点。然后呢，好了，印尼了，马来西亚了，香港了，现在中国大陆，人家热起来了。当然，这个不能说是我去点的火。但是这种口碑相传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快，而且过期有其他方法。那如果他们有效果，谁会拉老妹妹玩笑的？好，就告诉各位，你要看清楚我这张片子，大家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各位，我们每一个人的肝胆管里面都没有穿明镜。做个最简单的比喻，各位同道。你刷过牙吗？你早晚都刷牙，这个问得很废话。你早晚都刷牙，牙齿还没刷干净。各位，你肝胆管你刷过没？
牙齿接触固体物的时间的量，有专家统计过，充其量一生平均了不起多少？1.5公斤。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肝脏一天的工作量是牙齿的1100多倍，每一分钟要处理血液1.2公升到1.6公升。我们从空气、食物进去的所有的毒素，大部分都要靠它代谢。那么大的工作量，它能胜任吗？它们留下一点不够，你今天不把它清理掉，当然你说过去医学上没有治疗办法，但是欧洲早就有治疗办法，大家服用的。那这个难道一定有留的人说，哎，医生不认同？那才奇怪了，我的命要医生认同吗？我自己清理了，我刷牙是要医生认同吗？各位，啊，是要医生处罚吗？来，牙医朋友，医生处罚涵盖刷牙吗？这个叫做前面应该自保，懂得的生活常识，我建议是这样。这个应该从国民小学就要教育起。好，各位，这些东西去掉以后，这个就跳过去了。这就是我们严真严老师。你看，好，来，我们重要看证据。发病的时候，大家看到很清楚，胆囊在这里。做完第四次，胆囊在这里减少，到了第七次，整个消失了，这样才刀下留痕。那当然一个个案不算数，我的二姐80来岁，急性胆囊炎，我一样的把她从医院里面请回来，我是她的弟弟，我敢担保，我去签字，那把她手烧退下来，然后我们要把她清了，我的姐姐一样刀下留痕。那是什么意思？那这个随便举例子，大家要看到的书里面也看很多。好，那么还有一个，来看一下甲状腺手术。我讲几个例子，我们高谈阔论没意思，我们谈一谈，能做到吗？任何事情能落地吗？就是刚才讲的，真的可以这么样子做吗？甲状腺肿瘤说起来跟肝胆没有太大关系。来，6公分的甲状腺肿瘤。然后改变生活作息，改变饮食，它是会有些变化的。然后呢，做了一次轻微肠镜肝胆，来各位，2个礼拜后明显在缩小，3个礼拜后不见了。最重要，什么东西不一样的？大家看得出。因此，当然了，在我的书里面啊，后面还要说，我们合理的假说，各位，中医讲。肝主疏泄调养，这句话很重要。肝以泄为本，六腑以通为用，这中间的理论千真万确。如果这里不通，内源性的毒素就真的堆积如山，你全面性的都可能生病。所以这有一本书，是一个德国人写的，叫安德烈·莫瑞斯。安德烈·莫瑞斯在他的书里面，他特别强调，所有内源性的疾病，包括癌症在内。他说他在欧洲行医的时候，他观察所有癌症患者，几乎100%肝胆管是堵塞，只是堵得严重一点，那合理吗？那如果把肝胆管清理，是不是对这些内源性的疾病就有缓解作用，就有帮助？告诉各位，答案应该是肯定。因此，如果通过肝胆管的疏通，其实在某个层面上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净化全身的功能，这句话应该是值得研究研究。这个例子只是其中之一。那我们怎么知道在座的老同学？很多长辈认识我的，或者参加过我们活动的人，大家知道，那第一次来的先进来。还有，你们要不要知道我的肝胆管究竟有没有问题？大家要不要知道？要不要知道？终于啊，说到这里，我
就很感慨，朱德的保健医生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中医很伟大，西医很强大。中医让人糊里糊涂地活，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好，大家去玩味。所以我的感慨就在这里，中医诊断疾病真的很简单，但是精细度要靠西医。精细度，我说的精细度是病灶，中医看病如这个临症如临症，讲的是病机，讲的是推理，讲的是已知前世因，今生胜者是，已知来世我今生做的事，讲的是推理啊。那西医治病讲的是证据，看得着摸得着，看得见摸得着，拿出数据来，没有数据不算数。各位来采检，来看到数据的时候，来采检已经不会中奖，就是这样。所以中医才讲，《黄帝内经》告诉我们：“病已残而后药之，譬如活而灼颈，斗而足椎，不亦晚乎？”来不及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医必须强大。中医必须复兴，否则我们怎么死的？还交很多学费，还交很多医药。我想这些就不说了。所以各位很简单，大家吃过榴莲就吃过山竹，吃过山竹你会看山竹还不打开，里面有几块果肉，你就会看你肝胆里面有没有分泌。这个叫做什么呢？来，叫做全息现象。请各位摸摸你的大拇指，大拇指的指甲，请各位再摸一摸你的大拇指的指甲，条纹越深条纹越多者，你的肝胆管堵塞越严重，一点不会错。就像你看山竹一样，有一二三四五六七，里面就一定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叫做什么？全息现象，这叫全息现象。这就是中医为什么可以通过望闻问切，能够叫做思外就能揣内，为什么？有诸内必行诸以外，这是自然法则，跟科学一点关系没有。所以各位，你这样看着，你就知道。我到美国，一个美国医生就问我，他介绍了很多，我也不知道他何时。他讲完以后，他说：“听说你们在清肝胆哦，那你看我肝胆有没有问题哦？”那我说：“各位，你们会看吗？现在？”应该会。我说我们摸摸手，我摸摸手，我就摸摸他大拇指，我就告诉他 Dr. John， 你的肝胆已经堵得非常严重。我说 Chinese medicine is wonderful。 他说你们怎么那么厉害，该我摸摸手就知道我肝胆有问题。他说不瞒你说，我胆结石已经两年了，我知道切掉胆囊没不太好，我一直在胆，有什么好办？中医的话，好，这些呢就告诉各位，我们的肝内胆管，尤其我们现在的工作压力大，乱吃乱喝，没有一个人的肝内胆管是干干净净的，只是多一点少一点，差别在这里。这些大家跳过去看看吧。所以各位说了一半天，就是这套方法在我的书里面有。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我给大家略带过去。这个要讲会花很多时间。我们这个顺序，六通是有次第性，这是我这五年来的观察和经验所得。光练不通者很难健康。生了病也很难好，对不起，观念，观念，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没有思路就很难有活路，观念，二变通至关重要。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清理上大号，没有上大号请你不要上班上学，这个很重要。经过通过按摩指牙，真的生了病有必要找中医师，可以用针灸都是调理经络不会。现在有很多坊间经络偏大，哎，对不起，讲到经络偏大，我有另外的看法。很多人打到指打到筋，这是不妥当啊，那叫矫枉过正。那恰到好处，该打多重，该打多少次，要靠专业医生做判断的，那是乱打。那个叫乱枪打，不能说经络牌打不对，是乱打有错误，有没有打错啊？这个要注意好，好吧？所以经络通会通，按摩指压，你看现在脚底按摩很流行了，其实也是一种经络通的手法嘛。啊，就算乱按一下，不要太过分，啊，不是越痛越好，好吧？也是有作用的。好了，说到这里，大家一鞠躬，也给我太太一鞠。我今天能够站在这边得到很多的帮助。我们回家来，你们知道我们两个怎么睡觉吗？我们一起泡泡热水澡，那他睡一边，我睡一边，我跟他按摩脚底，他跟我按摩脚。我们是这么过日子的。我们一个人省掉500块钱，因为到外面去要500块钱按摩一个晚上，脚底。我们都这么睡觉。这个叫经络通啊，这叫夫妻相处之道啊！啊，这个是闺房秘诀，让教给大家。我相信我太太不介意。那各位，这就是经络通的方法，很多东西必定花钱。好，然后重点今天要跟你们谈，如果这个关裂不通、二便也不通、经络也不通、胆管不通，你说你高血压会好，我才不相信。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的五高要改善，今天讲的重点，以上一二三四你必须先做到，第五项就很容易。今天我们要讲慢性病逆转才会有基础。那慢性病有多严重？中国大陆单一个心血管疾病的人超过了2.7亿。我最近到了北京，我特别请教中华中医药学会的高管，我请教他这个数据会不会太夸张，他说一点不夸张，这个数字还蛮保守。他说40岁以上的人这种问题已经很严重。各位，糖尿病将近9000万，还有后备糖尿病者还要加2亿。所以今天中国大陆从政府高层都不得不注视这个问题，那我们台湾政府有注视吗？我们是量血压控制血压还在走这条路，人家卫生部长都站出来说养生保健才是拯救慢性病的关键，说了一半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到台湾，我到大陆去，我看到我们台湾的精英们都纷纷跑大陆去，我们在这边没有发展空间，人家都跑大陆去。而且大陆从高层一直到民间，刚才老师不是已经讲了，曾教授不是跟大家分享，过去说我给你赚个7亿，折算你1年1亿向前看，现在不是，你现在给我1年3个月，我给你5亿，可以，人家现在转过来讲一些调侃我们台湾的话，人家过来观光，人家讲什么话？不到北京不知关系，不到上海不知全省，不到台湾不知道文化革命还在搞。我们为什么不从国民经济、从民族的融合、从整个生产力的提升、竞争力的提升，好好前进？祖国上将，我们还在煮豆燃油钱，这是让我们提醒。好了，这个就跳过去了。所以目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每平均12秒钟就一个人心梗阻。各位，如果靠现代的医学能够
就我们的话，请问他们难道不是接受高规格的现代医学的照顾吗？他们的命有救下来了没有？当然是否定。这个呢，我想就跳过去，我主要是给你们看这个，这是大家都懂。我们现在呢，就讲大支架。最近有位老师告诉我，哎，现在支架越来越先进了。支架打进去以后呢，会自我消化掉，几年后就不用换，以前呢要用换，而且要涂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各位，这叫做急者自急，标的不得已措施，不能成为常态性的治疗手段。这样的结果只会让我们沦为东亚病夫，带着病延年，苟延残喘。我们的血管每十年就这么样的一个进展，在美国人做的统计，而且现在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快，有的人十几岁的血管年轻这个样子，那现在四五十岁的人的血管大部分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叶教授一直在推动这个吃法，如果你会挂个吃法，这种问题也会减缓很多。但这种事情大家重视吗？不重视。方法又分成多种。那么今天我要强调的是，告诉各位，如果你的血管内已经有这斑块了，该怎么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来，各位，这一本书啊很热，而且这一个产品也卖得很热，叫做一氧化钴。这个是2008年得了诺贝尔生化医学奖，这个莫拉德博士和另外两位美国专家。他们所研究的其实是告诉各位，我们的血管能够自我清洁，我们吃的那个消化甘油含在什么时候下可以扩张血管的道理被他搞研究出来，所以人家得了诺贝尔生化医学奖。但是我是觉得那个很了不起，但是这里呢稍微给大家分析一下前者后者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分门性的一氧化钴是来自于哪里？各位，诺贝尔大家都知道他是做什么，他是炸药的发明者的科学家，他是发现硝化甘油用稀土固化以后最后成为 TNT 炸药。 OK， 他却不知道原来这个炸药如果含在舌头下，从舌下线吸收就可以处理什么呢？缓解胸痛、心肌梗塞，这个机理快100年后才搞清楚，是因为硝化甘油到了血管以后，进入舌下腺，进入我们血液以后，会释放一氧化钴。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各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研究这个药学，我们要看，其实叫做门生性的，我们身体的内壁细胞，来看血管的内壁细胞就是我们的最好的通血管的制药厂，不是辉瑞，不是普瑞卡。为什么？莫拉德博士他们研究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的血管内壁，来，请大家注意，这个是重点，血管内壁细胞会分泌一种叫做一氧化氮合成酶。但是有个要点，这一个血管内壁必须就像你家才买来的抽油烟机没有油垢，是穿明纸镜的，它就会有这个功能。各位，我们的血管内壁有多大的面积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血管加总起来有10万公里长，我们的血管内壁如果把它一一剖开摊开来，大约有5000平方米。这5000平方米其实都是会制造通血管良药。那重点来了，是不是穿明纸镜？那我用这样来比喻各位，我们家里面的抽油烟机买来新新的，为什么时间一久呢都敷了很多不够呢？是因为你煎了、炸了、炒了，这些油烟一到冒烟点的油蒸气就附着在上面，一到冒烟点就是二氧化
就是会附着在抽油烟机上。这跟我们的血管内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血管内壁，各位，为什么二便通很重要？我们只要便秘，我们大量的毒素回收到血液，进入血液以后的血的毒素就会引起血管慢性发炎。各位，我们最近李市长写了后一本书，叫《发炎体》，发炎体其实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各位，血管一旦慢性发炎，就会让很多自由基产生，自由基就会攻击我们身体里面嘛，大家都说不好的胆固醇。其实胆固醇哪有好坏？被氧化了的脂蛋白就附着在你我的血管，那这个道理就讲完了。所以今天，那既然找到原因，刚才讲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最重要是怎么办？来告诉各位怎么办。可能大家都知道吃点洋葱，有没有？大蒜用醋泡一泡，吃饭前就吃几片洋葱，是不是对心血管疾病有帮助？有听说过吧？都在吃吧。那晚上睡觉前喝一点葡萄酒，哎，好像通血管。各位知其一，不知其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信息叫做掐头气尾断章取义，对错参半。那我这里要讲清楚，你如果要吃些东西，有个先决条件。你的血管内壁应该穿明几净，你吃下去的这些材料才会有给的作用。我们不只是说吃洋葱，吃什么？吃葡萄酒，其实是葡萄皮。其实你看五谷类，五谷类是讲全麦、全谷、糙米之类的，薯类要连皮，好吧？豆类也是要连壳，不是精致的。菇菌类、藻类，你看，包括一些肉类、坚果类，还有一个核桃。最近中国大陆核桃还热，核桃的那层皮，这里面呢含有什么？含有高量的左旋脂肪酸。而我们身体里面的一氧化氮合成呢，必须通过这样的材料，巧妇才能为油米之炊，通过这些材料才能合成一氧化氮。就那么简单，我讲你一半天，莫拉德博士的研究就是这个样子。好，因此我们有一个进一步的做法，这个就几分钟就讲完了。最后，我们已经有动脉斑块的开始，我心血管已经堵住了50%，是不是该搭桥？是不是该做支架？我颈动脉也是有斑块，我颈动脉在凹，血管也着断硬化。单靠你吃普通的活血化瘀的中药也好，思路也好，斑块还是斑块。充其量不恶化就不容易。高血压依旧啊。那问题在哪里呢？现在有个方法，有各位方法。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上一届，尤其第一届、第二届自然学大会，我们来了一位老师，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大学的教授，细胞分子学的教授，叫做陈厚奇，这一套学问是他告诉我，非常感谢。然后呢，他告诉我，其实你知道肠在吐丝以后做一个茧，当他做完茧以后，他要出来产子，繁殖下一代的，他怎么破茧而出？这个问题我们从来就没有去思考过。来，各位大家看，怎么破茧而出？原来他不是要破一个洞，原来是肠肚子里面与肠共生的一种微生物分泌的一种蚕丝蛋白酶，它是吐出那个酶干什么？把它们溶解一个洞，然后成酸素。各位，这个跟心血管疾病有什么关系？大家都是医学专家，大家都很清楚，什么东西堵住了我们的血管，是什么东西形成血管斑块？被氧化了的毒性的脂蛋，能够把蚕丝溶一个洞，
人家研究人员就会想，那是不是你能够把这些动脉里面这些东西也溶解掉？曾经有我一个家人去请教他的心脏科的医生，他说听说我弟弟在台湾有这种方法，可以把动脉斑块溶掉。你知道这个医生说什么？他说瞎说，我告诉你，拿钉子都敲不下。那就很好玩呢。他的患者一年前去看他是什么，一年后再去看他，他在用超音波叫做彩色 B 超，在用扫描看，他说真的不见掉三分之二，你怎么做到的？后来我们这位亲戚就将他一惊了，说你不是告诉我说用钉锤都敲不下来吗？所以各位啊，想到这里，就是老夫子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就不知啊。否则一个不小心，自毁其功。好，各位，在这个里面，它达到什么作用呢？原来啊，它什么机关？这是一个研究课题。但是实质上，它就是能够有效的清除颈动脉内的斑块。在美国已经是保健师，美国叫做功能性手术，它叫做奇迹嘛。你们上网可以去查，奇迹的奇，奇迹，它有注册，有个专利。那我们在陈后期陈教授之次。我们跟美国人引进了这样的一个款，那我们把它做出来，我们把它添加了，我们用纳豆曲霉，精神作势，中医治病讲究精神作势，我们以这样的一个酶做血栓的溶解，哦，做这个动脉斑块的消解，这个不叫溶解，叫消解，慢慢的消解。再第二个，我们用纳豆曲霉抑制血栓的形成。在第三，我们用丹参来活血化瘀，我们用红景天来防止血管内壁慢性发炎。所以以这样的精诚着实的概念，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出来。那目前先不讲问，先讲我的家人。我们做这样的研究，真的叫做修齐治齐。我的三姐80多岁，得过子宫颈癌。没有吃过一粒种西药，也没有手术，也没有化疗，现在相安无事。然后呢，颈动脉斑块已经形成，现在正在消退中。我的大哥高血脂症吃了7-8年的降血脂药，现在已经不再吃降糖药，这个降血脂药。我的四哥高血压也是若干年，也是高血脂症高血压，现在已经不再吃西药。那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刚才告诉过我3-6-8之光。好，那么我们用的最多的，尤其在台湾，我记得在2092大地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一种幻觉。921大地震的时候，农委会的一位记者叫我写篇文章，我就写灵芝患槟榔。明天会更好。当时我记得唐芬做行政院长，还颁布了一个政令，叫农民把什么槟榔树砍掉，政府补助好像10万，记不得多少万，然后重新造林，因为槟榔种太多，留不住国土，会造成土质流失。那我说。农民把槟榔树砍掉，他要吃什么？所以当时我换算过，如果全台湾如果用1/10的土地哦，就是种槟榔面积的1/10的土地，如果改种灵芝，会是什么作用？灵芝在中药材里面是上药，我的文章都还在。后来杨乃业杨教授，还有我，还有另外一位。医师，我们又联合起来，又写了一篇论文，也是内部。但是呢，其实我们写归写，人家听归听。我记得，
我记得当年那个中医药委员会也还答应我说，哎，这个我们来好好研究研究，因为台湾有个计划要成为一个什么绿色科技党，中草药绿色科技党。我说我们有什么项目可以做？我们台湾80%的中成药、中草药来自于大陆，我们的优势在哪？他说对，这里有研究课题。我说灵芝就是台湾的国宝。假设台湾1/10的土地，1/10种槟榔的，我说是种槟榔的土地，1/10就好，拿来做灵芝。如果这个灵芝的颜料，你每公斤只要500块来算起，你们知道那个颜料的产能是多少？2兆。如果做成像葡萄湾一样，10块有枣的话，90兆，那个国际上去就全世界的。赚良心的外国有什么不好？好，这个话讲你。因此好了，简单计划，黑木耳是国家的国宝，灵芝加黑木耳活血化瘀，在吃蚕丝蛋白酶之前，务必灵芝加黑木耳，把血液品质粘度降低，再来清理动脉斑块，再后哦，这个刺激不来搞颠倒，因此这里可以做结束。再说一遍，灵芝加黑木耳要活血化瘀在前，在这个里面没有太多的中医的望闻问切、八纲辩证的技巧，因为这都是性病的东西，可以省略辩证，有效果没效果只是因人而异，多少而已。认真执行的效果好，不认真执行的效果差而已。不管怎么说，我们自然学有几个要领：第一，少做无伤，不求有功，先求无效。哦，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不求有效，先求无伤。最后才来用这样来清理动脉斑块在后，这是一个例子。10公斤吃了8年的要做过心导管手术，我们高速公路跳过去就看过去了。50岁的时候心肌梗塞，好，开始吃中药，然后搭配我们的方法，慢慢减少西药的用量，然后呢，用刚才讲清胃肠净肝的方法来做全身的排毒，然后呢，饮食减半，适当的运动，最后呢，所有的西药就是不必再吃。各位，所以我们谈这个东西就是要说，慢性病可以逆转，就好像说我们做错的事可不可以改过向善？当然是可以，除非你不改。我们走错的路可不可以走回原点？答案也是肯定。因此最后的结论就是，没有道理高血压药要吃一辈子，没有道理控制血糖的药要吃一辈子，只有一个原因，如果药厂要越开越大的话，就请大家多多善用国货。我想我讲的不是风凉话。最后祝大家还是几句话：生得帅，赚得久，老得慢，病得轻。是，拜拜，谢谢各位。